好听啊，只听的好是谁啊？啊，只听啊，啊，几只羊女公鸡鸡老羊女来走过，一代羊女来走的啊，几只不去你日去不去你来当户啊，啊，你去你公鸡啊，你叫一口人相同听，啊，你公鸡你人都听谁？你公鸡你叫一记录一说。你讲一年人都几佛了，啊，几只苦头找几多钱？你讲几帮几只啊？公交钱等交几？公爹领钱给钱走是吧？啊，公爹你啊，几只啊？嗯，几只啊？养你公鸡老养你来做苦。一代养你的手机了，啊，不给是给是不去你日去不去你的生活，啊，你去你公鸡，你叫一颗香葱丁，你公鸡你领的天生啊，你叫一几路几学，你公鸡你领的几佛，啊，几只裤头着急都成你公鸡，帮几只公交钱顶脚底，公爹你们顶起钱做事，啊，这是多少个？你公鸡啊，你啊，弟子啊，苦菜炒地主请你公鸡啊，帮弟子公交钱点交鸡了，公爹你们点点心啊，弟子啊，这是多少个？弟子啊，啊，养你公鸡啊，弟子养你公鸡，你老养你的祖国，一代养你的祖籍，不去你就去，不去你来生活了。啊，你去你公鸡啊，你叫一颗香葱听你啊，你的天生，你叫一记录地说你公鸡你领的几佛，啊，弟子苦菜烧几都成你公鸡，帮弟子公，张脚佛伸脚，你们是地方几人了？你们叫啊，弟子那这苦菜烧几都成你公鸡，啊，你去帮弟子公表现点脚鸡。公爹领点点心，啊，不是那种啊，啊，张脚不伸脚，你们是一起放几斤了？你在一边天刚打一边地啊，几只裤头朝地都去打张脚，叫来帮几只狗脚先点脚皮，公爹领点点心得食，张脚不伸脚，你们是一起放几斤了？在一边怎么刚打一边听？弟子苦菜炒地主请到张家火神家，就来帮弟子供表现点脚底供别人点点心做事。啊，弟子点药，茶壶，六张六肉光头，还做弟子点药，大缸弟子点药，啊，都是六六弄弄过，啊，你那是古来老玩，哪缸上哎，古海二零六是，大缸没弟子点药哎。你啊，上海去，叫你去，要记录行情弄个大老师，你忙弄忙活，过忙看你就报，就你说还叫就叫你弄个多份药了，我讲了哪方当这股，还有人还要别人问咯，你弄啊，老大，你弄没得多份药。啊，你有小路那个，有干小节一零，花一零浓一零花，一零浓一零花，你那么有那么看的，就接触点药，你就包，